你醉了，你看看你的样子。没醉。你干什么？我还要洞房呢。妈，撞到头了。啊，没事吧？我看，没事没事啊。爱兄弟还是爱礼金？喂喂喂，爱兄弟还是爱礼金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们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呀、啊！马上下楼，然后过大海，从澳门去蛇口住他半个月，再回来就没事了。哎，你神经病啊！我老婆在楼上等我呢。那别说做兄弟的没提醒你，你现在上去接你老婆的话，那可就一辈子了。嗯，后不后悔？啊？喂，喂。哇哇，干嘛全都站在这里啊？连开门利息都不要啊？都急着想嫁？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再晚点，明天来好不好？喂，你这八婆什么态度？堵车你以为我想啊？明知道堵车就应该早点出门了，不想来就别来。啊，你这八婆是不是欠扁啊？就是啊。你说什么呀？你什么呀？干嘛踢保安？喂，你们吵够了没有？今天我结婚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喂，不行，闭嘴！喂，不要吵了，再不走注册处不等我们了。喂，你车停在哪儿了？再跑三个路口，那里不用花钱。拿什么车？啊、坐地铁了。去呀、啊！快点。六万，西风，好漂亮啊！喂，拿来给我。我的，我干什么？信不信我扁你？干什么？我的。喂，金兰哥，要吐就吐在这儿。来，你陪我喝。喝什么喝？吐吧你。儿子，你看看谁来了。罗斯芬姐姐，阿华，很久不见，恭喜你了，恭喜你了。结婚？你无缘无故跟谁结婚啊？当然是阿华了，不然还有谁啊？恭喜你啊！你什么时候摆酒啊？先不要恭喜他，拿阿宝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有了？去你的，哪有？那一定是阿华得绝症了。表妹，你给他钱看医生就行了，不用这么伟大嫁给他吧？哇，你们心眼儿怎么都那么坏啊？还说姐妹，你不是有了，他不是得绝症，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因为我爱他喽。爱你的头啊！爱到什么时候啊？结了婚就一辈子了？那倒未必，说不定会离婚呢，或者你们其中一个会早死，有很多可能性的。我，你想清楚没有啊？等等，十三要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哇，你又糊了，这么好的牌啊！给什么钱啊？从来都是先欠着的。阿宝，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，你到底想清楚没有？我已经穿成这样了，你还问？哎，穿着婚纱未必代表想结婚呢。监狱的犯人也天天穿着那套衣服了，难道他们想坐牢啊？你们不要整天对阿华有偏见，他真的对我很好。他一打算结婚，就马上去买房子，虽然首期都是他爹地妈咪给的。你们那套房子只是给了首期吗？不用供了，就他那点薪水够吗？还有我吗？公一份，婆一份，也不是很辛苦啊。阿宝，你好幸福啊！阿华肯送层房子给你，我以前的男朋友呢，最好的那个也只是送了盒月饼给我，还是圣诞礼物呢。做姐妹的一条心，
最重要你开心。谢谢。最重要就是这六个字。哎呀，要不要再打一圈啊？说真的，怎么这么晚还不来接新娘啊？可不是，已经十点多了，那帮家伙真不上路。看来不是撞车，就是给人打劫了，估计没这么快到。不如再打一圈吧。打你的头啊！快出去看看啦。哦，喂喂喂，大小姐们一点也不操心啊！快点拿皮包，大家快点出去了，外面很多帅哥等着你们呢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一定会幸福的，一定。明星，陈都应该早点出门了，不想来就别来。阿里的八婆是不是欠扁的？你说什么呀？是不是欠揍？什么？今天我结婚，别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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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不走，朱少叔不等我们了。久啊，就是会不会去错地方了？你不要吓我，到点了。喂，不是，要不你出去看看？不要，那么快一点，那不就糟了？没关系的。谢谢，拜拜，下次再来，拜拜。不用了，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？Jason 找人啊？是我女朋友喝醉了，我找不到她。哦，她就是你朋友，我带你去找她。哦，谢谢啊。她醉得很厉害，刚才吐了，还又哭又闹的呢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了。没关系。这边，谢谢，在里面。Surprise！ 就说你喝醉了。要不这样吓你，你怎么会来啊 ？Happy birthday！ 吓死我了。对不起哦，该不该亲一下？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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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下。小懒猪，到站了。老公，司机大哥，不好意思耽误你收工了。没关系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其实没想过转做日班的，每晚这么熬夜很辛苦的。日班那边现在不缺人手，不过也不是啊，上夜班有老公接下班，挺好的。你看看你那两个眼袋啊，比硬币还要大。哎，等一下。正好有两个硬币、啊，你笑话我有眼袋，你是不是包二奶了？哪有二奶啊？没二奶啊？没有啊？肯定有二奶，有二奶，把他电话给我，搜身。搜身？我搜你身啊？说是不是有二奶、啊？说了没有二奶吧？怎么了？脚扭了，都怪你跑那么快不让人家。对不起喽，最多那什么了。什么？什么了，老婆？干嘛？想接多少？接你个头啊！到底想干嘛？阿里说这个礼拜六呢，他们来我们家看球啊。又看？曼联对阿森纳。上次不是看了？上个礼拜是切尔西对利物浦啊。我约了表姐他们打牌。又打？什么？上次我一家输三家，这次我一定要赢回来。你们几个日打夜打的，早晚变烂赌婆。你们几个还整天赌球呢，就会说别人，不知道说自己。那是怎么样嘛？干什么？逼我答应你？问问而已嘛。我不管，我约好他们打牌了。如果你要看球，就去阿里家看，少给我捣乱。你让我怎么说啊？我都答应他们了。你就说我还没答应喽。干什么？你生气啊？没有。老婆亲一个喽，做老公的当然要让着老婆了。每次都这样。最多以后我叠被了。你还说啊？
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不叠被啊？你晚上回去也要盖被子的，真不明白每天早上还叠它干嘛？这些是你的习惯吗？我妈说，只有监狱里的人才天天叠被子呢。你妈坐过监狱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有趁我听不到自己嘀嘀咕什么？没有，哪有啊？哎，老婆，我们是屈原地产，来看看买层房子吧。啊，不给我们舒适冷，瘦身美容泡帅哥，看看看看吧。各位观众，一条龙是宠物殡仪服务，包棺材墓地，法事超度，粪米塑新生，优惠期内最低消费只收1888，三人同行，一人免费，保证全港最值，欢迎比较。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宠物殡仪跑这抢生意，真是千奇百怪啊，什么都有。欢迎惠顾啊，家里没死亡死狗啊？家里没死亡死狗啊？走开。哎，太太，家里有没有死猫死狗啊？欢迎惠顾啊！没有没有，死猫死狗，死老鼠也行啊。家里有没有死猫死狗啊？我们在做特价呢，四只猫四只狗啊。哎，你好，家里有没有死猫死狗啊？欢迎惠顾啊！哎，来看看啊，过来看看，来看看，来看看啊！干嘛？我们不用在大街小巷好像演大戏似的这么推销吧？看你说的，不这样怎么有宣传效果呢？喂，这万一让熟人看见，很丢人的嘛。丢人，铺子没生意就更丢人了，下个月铺租还交不出来呢。拜托你放下那些所谓的自尊吧，你看看我们两个，我们还没投诉呢。就是啊，换英雄，你不用吃饭，铺子里的猫狗小动物都要吃饭。喂，我真的是，我什么呀？行行行行行行，做事专心做事，找咱大生意回来好不好？走，快去吧，还没给你老婆加油，快去。小姐你好，我们有一条龙式的宠物殡仪服务，有空可以看看。OK， 谢谢啊。哎，小姐，周思芬姐姐，可不可以不要加姐姐两个字？其实我没有大你很多。Sorry。那天听你妈咪说你做了老板，你真勤奋呢，什么都亲力亲为。小生意很辛苦的，有空来会过。这是我名片。好了，有空找我。周思芬姐姐。嗯。周思芬啊。你吃饭了没有？不是我请你吃饭吧？你不介意哦？我以前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啊，肚子一饿，随随便便能吃三个汉堡包呢。说真的，我真想不到还可以再见到你。哇，你那天醉得很厉害啊！那天真是太失礼了，也没好好招呼你。不过你太太很漂亮。她叫宝，下次介绍你认识。你那么早结婚，一定很爱你太太哦。她是个小狐狸虫。你跟他熟了就知道了。别动了，你看看你啊，吃的满脸都是番茄酱。谢谢。长大了，做人老公了，不要那么邋遢了。对了，吃饱了没有？还有个汉堡包。哇，你自己结婚了，难道想我变成大肥婆没人要啊？那我吃了，我结婚了。那些东西好贵啊！是啊。好的好的。喂。去喝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不是啊，都行啊。肚子饿了。喂，老公过来。哦。老公，老公过来。什么？很划算，七天又去北海道，又去泡温泉了，又去富良野看薰衣草，还有东京迪士尼乐园，还有彩虹桥呢，很划算。我们去报名吧。报什么呀？我们都没出去度蜜月，最多我答应你去了不买东西啊！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雪呢。结婚的时候不已经说好了吗？明年再去度蜜月，今年要努力存钱还给爹爹妈咪，不准啥来的啊！你爹爹妈咪又是等钱开饭，又不会追我们还钱。我爹爹妈咪也没追我们要装修费啊！来了，报了名再回去请假。不行，做人要讲信用的嘛。哎呀，来了，肚子好饿，吃东西了，饿死我了。啊，再看看。走啦，大不了请你吃雪糕了。嗯，我不要吃雪糕，我要吃燕窝。好，燕窝燕窝。刚才谁找你啊？周思芬，结婚那天他也来了，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了。周思芬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看着傻小子喝得醉成这样，真是失礼啊。他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没关系。哎，让我来介绍啊，我儿媳妇阿宝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嗨，阿宝啊，周思芬呢是我以前的老邻居，她还帮阿华补习过功课呢。他们两个以前呢很要好的，阿华很喜欢这个姐姐，又高又漂亮。不过他嫌自己长得矮，后来就跑去游泳了。你去拿杯热茶给他喝吧，热茶可以解酒。哦。嗯。好舒服。干嘛喝得醉成这样啊？
没醉啊，叔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刚刚想起你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工作，很多参考书没看。你呢？好勤快哦，我正想做饭，可是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颗菜，一包面。你这么可怜，会不会不够营养啊？还有听上去很难吃啊。但是如果你可怜我的话呢，你可以请我吃些好吃的。随时可以啊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打给我。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有空再打给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，收工了没有？又打牌啊？你不说陪我吃饭吗？没有，没生气啊。那好了，你打得开心点了，打完牌我来接你吧。哦，那我跟阿兰阿里回家看球了。不亲啊，你亲我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喂，你等我，马上来。时间还早，不如先去吃碗馄饨面啊。哎，好好，我饿了一整天了。哦，不要了，今天不打过24圈我是不会离开麻将桌的。不如这样，叫表姐叫好外卖等我们。你这么烂赌，吃麻将吃死你。麻将怎么吃啊？少装白痴。喝醉了。今天怎么面啊？哈喽。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去馆子再喝？不去了，你喝醉了。有好戏看了。看戏？看什么戏啊？怎么，还没到10点钟就醉成这个样子啊？不能喝就别逞能啊！他是谁啊？咱们最近泡妞的品味越来越差了，是不是吃的鱼翅多，想清淡一点，改吃粉丝了？八婆，你说什么？说你了。好，不过仔细看看，原来不是粉丝，是粉蛋才对啊。什么粉蛋？喂，他说什么？粉长江煎蛋。拜拜了，粉蛋，我们去唱 K 吧。你给我站住！喂，你别走啊！还笑。粉长江煎蛋，哎，我有点饿了，咱们去吃东西吧。吃吃自己吧。司机停车，停车，谢谢。真的没事。喂，你没给钱了？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去解释了。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喂，放手啊！就是飞，你听我说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。放手！喂，你谁啊？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半夜三更来找你。现在你怀疑我？现在是谁先对不起谁啊？周子飞，你没事吧？你干嘛和我女朋友说话？我和我女朋友吵架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张先生，你女朋友在上面睡觉呢。我们走。周子飞，周子飞，周子飞，周子飞。他叫你，真的走？别理他，不会追来。喂。怎么这么久还不上来啊？哦，我现在上来。你还记得我搬走多久了吗？16年还是7年呢？是7年零9个月。我记得你走的时候，我刚刚放暑假。有这么久吗？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
为什么那时候你会突然走了呢？因为我爸爸去世了，心脏病。爸爸去世之后，银行就打电话来，说要收楼。原来爸爸的生意早就出了问题了。我从来不知道爸爸有那么多事瞒着我们。刚才那个是你男朋友啊？我跟他在一起三年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因为我和太太离婚了。一个月之前，我突然发现他和我的秘书阿欣在一起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呢？为什么男朋友喜欢了别的女孩，我每天对着他都感觉不到呢？就好像那年家里出了事，我也一样什么都看不到。我想是自己出了问题。我想是你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吧。阿华，为什么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？因为我喜欢我太太了。喜欢？你觉得可以喜欢多久啊？爱情是有期限的。吃颗糖，人会开心一点的。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那个时候你帮我补习语文课，桌上面一定有这桶糖的。你还记不记得那首《牵云弄桥》《飞星传恨》《银汉迢迢暗度》？到你了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却啊不是忍顾却桥归路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。好。牵云弄桥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却桥归路。搞什么？不听电话。你拨打的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。去哪儿了？还不通啊？喂，找找他那些损友。嗯。哎，等。摩亚里啊。是哪位？我是阿宝。你现在和阿华一起吗？阿华。是，但是他呢？他去厕所了。厕所？但是我打了半天都没人听。那他开大嘛？那开大的时候当然听不了了。开大的时候要认真嘛，一认真就没空打给你了。他一有时间了，我马上叫他打电话给你，好吧？喂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他说阿华在厕所开大，没空听电话。拉这么久，吃棉花拉现屎啊！一定有问题，再打。嗯。哪位呀？我是阿宝，你是不是和阿华一起啊？阿华，哎，是。那你叫他听电话。啊，他去开大了。又去厕所？他拉完了，我叫他打给你。阿兰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们在观塘。喂。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拿包，走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还没打完呢。还打？捉奸呢？等等，免得你们赖账。谢谢你陪了我整晚。不用客气。我们会再见面的哦。嗯，下个礼拜一起吃饭好吗？好啊。嗯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晚安。拜拜。喂，你死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铺子有事啊？你干嘛不听电话？你老婆刚才打给我和阿兰找你。啊，那你怎么说啊？我们三个说好了嘛，谁马子打来找他的，都说他去开大了吗？我这次机灵吗？你不会真的这么说吧？这次完了。喂，看见我老婆没有？没看见啊。吊门买这么多东西？别说那么多了，快上去。我。
不是吧，这么倒霉，这阵电梯坏了。那怎么办？走楼梯啊。喂，你住23楼，就当是做运动了。走走走。不是吧。真缺德，哪条路人多他走哪条路，摆明故意的。算了，谁让街上就他一架计程车。别生气，我帮你们拿纪念品。谢谢。哎，麻烦你等等。小子，你干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忘了戴眼镜了。啊，没关系了，就当坐电梯观光喽。啊！哎。嗨。快点啊，来不及了，快来了。嗯，慢呢。哎，江林回家。是啊。快帮忙啊，快帮忙。来不及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怎么办呢？快点啊，快快啊，继续上，继续走啊。哎，江林，欢迎光顾啊，我送外卖很专业的。哇，死变态了，讲话好恶心哦。不行了，歇会儿，你歇会儿。怎么办呢？等我们上去，阿华早走了。那可不行啊。还有多少层？还有10层。靓女，考虑的怎么样？第一次免费啊。我忍不住了。姐妹们，做事，变态了，耽误姑娘，让我回家。哎，歇够了，喂，老婆到了。哎，伙计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有快餐、特餐和散餐。有没有宵夜啊？宵夜要等2个小时。正好弄好了送过来，差不多2个小时了。那你们三个还这么轻松啊？你我们早上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三个人买2箱啤酒半看球，这招我早就试过了。你们死定了。Go go go！ 快点！开门，快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钥匙呢？我怎么知道在那儿啊？呀，你不是吧？找不着钥匙，你快上来了，你快开门呐！快！喂，阿波，你干什么？还有2层，不如走楼梯吧。拿了20几层了，不吃亏啊！继续打。喂，开灯开电视，打电玩。哎呀啊！喂，救到了，救到了！我的钱包呢？一定掉后楼梯了，我去找找。喂喂，别出去，我马上到了，撞见怎么办？快！还有1层就是，我们一起倒数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 Hello， 老婆，这么快打完牌了，怎么不叫我接你？我们打牌打得饿了，出去吃东西嘛。嗯，快点问他去哪儿了。对了，刚才打给你怎么不听啊？我咋的？现在问你吗？小学常识抢答比赛啊？刚才我拉肚子，现在还在痛啊。我打回家也没人听啊。我们去吃火锅了，也是刚刚才回来的。那为什么打你手提电话也不听？哎，都说了开大，怎么听电话呀？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很喜欢抢的？人家两夫妻的事，关你们什么事啊？那关你什么事啊？刚刚在厕所真的收不到。哇，你在哪里开的？开的这么隐蔽啊？是收不到还是不想收啊？
信不信随便你啊。可能真的收不到呢，你不是真的相信吧？喂，还打不打牌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别！哎，好好。到你了。哦。哎呀，怎么打？怎么想约我吃饭？好辛苦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喂。喂。你没事吧？就这样，我再打给你。喂，是你打给我的。喂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慢慢，小心啊！我去给你倒杯热茶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扶你起来。睡衣，睡衣。什么？脏了。睡衣哦，走。下面那个，不好意思啊。睡衣，帮我换。啊？啊，我真的不会看你的啊。我，自己也帮帮忙吧。看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这还有一点，来，很难穿的。好了，你睡吧，慢慢来。想死啊！这么晚回来，旁边还有，我等你呀！快点回来啊！喂喂喂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还没回来，生你气了！这么搞笑、啊。老公熬了一个晚上，记得喝光它，要不不理你啊，老婆。谢谢老婆。干嘛那么好来接老公放工啊？突击来检查你了，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我又没做坏事。真的？想去哪儿吃东西啊？看你这么乖，请你吃大餐吧。但是我想先去个地方。
来这里干嘛？请进车。来来，谢谢两位。哎，两位想去哪儿旅行啊？麻烦你，我们想参加那个北海道七天豪华团，每位7888那个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划算。打算什么时候出发？随时可以，就下个礼拜吧。我现在给你卡。哦，等等啊，谁说去旅行的？现在去最划算了，不去就没得去了。我已经请好假了。是是是啊，这个诱惑团呢，我们不会坐很久的。既然是优惠嘛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你都没跟我说过要去啊？我没说过，我说过去北海道看雪吗？是你根本没放心上。想去看雪呢，那就真的要去北海道了。那边的雪呢，又白又滑，还没有人造色素。但是说好要存钱还给爹爹妈咪了吗？钱我给的，不是你给，请你去好不好？人家盛意全全，怎么好意思推呢？现在人家说请你去了，你就迁就一下喽。为什么你整天都这么任性呢？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？不是，我不尊重你，那你有没有尊重过我？我现在想跟你去旅行而已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又是我错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你就喜欢逼我迁就你，我不想和你吵架。我现在问你，去不去？你想去旅行吗？好，麻烦你。怎么样？庐山、珠海、蛇口有什么好介绍？啊，那么大变化？也有哈。就这个吧，3天豪华团，499一位，什么时候出发？随便，明天吧。身份证登记一下。林佳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想跟我去旅行吗？日本我去不起。蛇口去不去啊？其实呢，蛇口也挺好玩的，有很多特色野味，很不错的。我不去，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阿宝，阿宝，老婆，你不要这样了，好不好？老婆，别生气了，就当是我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喜欢去就去吧，我们现在去报名。我不去啊。老婆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吧，你。是我任性，我不尊重你吗？我现在就走了，你开心了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够了，你发完脾气没有啊？你放手！你吃错什么了？你放过了没有？没错，我发疯。那你走了，去找救生费呢？老公，大懒猪。老婆，我和他真的没事啊。你和他没事，为什么上他家去？你昨天晚上做过什么？你干什么要骗我？我没骗你啊，我不告诉你是怕你胡思乱想吗？你们没事，我干什么乱想？你最近是不是整天和他在一起？你上次不听我电话，是不是因为他？你冷静一点，我跟他是朋友。你有没有和他上过床？你说什么？我问你有没有和他上过床，你回答我。没有。为什么你总要往这方面想呢？你当他什么人了？明知道你有老婆还招惹你，如果你们没事，他怎么会发那么肉麻的短信给你？你偷看我电话？怎么了？心里有鬼，怕人知道你的秘密？
你很过分，你懂不懂得尊重我的隐私啊？你以为我想看？我承认自己没看过。说到底，你就不相信我？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？我说了没有？你要我说多少次才敢信呢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啊！妈咪，怎么上来也不打个电话？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开门呢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我来给你们介绍啊，姨婆、大表嫂、大表哥、大表嫂的儿子，今天早上从广州自由行来玩，特地来看看你们。姨婆、大表哥、大表嫂，妈咪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哎呀，阿宝真乖。我帮你。不用。不用客气啊，喜欢哪条呢？自己选啊。还多少号？这条怎么样？等了半天，等了很久哎。哎，这么多。一百八十七号四位。有啊，这里。对不起。阿宝，没位子，我们去麦当劳吧。好，不用，我去问问什么时候到我吗？我去看看。麻烦你，我想请问还要多久？小姐，你看到了，再等等吧。一百八十八号三位。这里。到我们呢？发完脾气没有啊？你过去你爸妈那边，我不想和你说话。已经气了三个钟头了，算了好不好？你和爹地妈咪都有说有笑的。现在做错事的是你，不是你爹地妈咪，我分得很清楚。我说了，我和周思平没事，你要我说多少次才信？一会儿吃完饭，我收拾行李去表姐那儿住。过几天我找地产经纪看看房子，现在楼市不是很好，等好一点再卖。其他事情我会找律师搞。303号8位。谢谢，爹地妈咪有位子啊！哎，有位子了啊！你现在是不是想离婚啊？啊！爹地妈咪，我们进去。我问你啊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这么大声啊！哎呦，要离婚呢？是啊，我想离婚呢。好了好了，不在这儿吃，去别的地方了啊！去麦当劳好不好？喂，去麦当劳吃不着鱼了。嗯，你说的。阿宝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阿华他怎么了？妈咪，对不起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我能不能进去坐的？我不想回去啊。够了。你让我再喝一个。不准。你让我把这瓶喝完呢。为什么你们女人个个都是这样，喜欢管这个管那个？女人个个都是这样，你这么本事，就不要喜欢女人喽。起来了，回家了。嗯，不回家，不回家，我没家可回啊。你老婆在等你呢。我老婆不要我了。我老婆她不要我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老婆，她说你喜欢我，所以不要我了。她根本就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你回答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啊？如果我说喜欢呢？我喜欢你。
老公回来啦，我在煮饭呢，你先出去坐一下，马上就有的吃。哦。干什么？你吃了饭了？吃了饭也吃一点啊，给点面子哦。阿宝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正好我也有话想说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没关系啊，你先说。平时你整天说我胆子小，那这次我先说了。你干什么神神秘秘的？快点说，好心急啊。昨天晚上你说的话，我想清楚了。我尊重你的意思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没意见。既然大家都有问题，可能分开是好事。把房子卖出去，还给爹爹妈咪之后，你想要多少我没有问题。可能我们真的性格不好。来，我收拾。怎么会打烂了呢？小徐，整天打烂东西，怎么办？打烂了又要再买个碗，今天晚上怎么吃饭呢？喂，你小心。又打烂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整天打烂东西。做饭是这样，做什么都这样，好惨啊！打烂这个，那就没人陪他了，女人好惨啊！那怎么办？那整天打烂东西，那就再去买吧。真是短烂的，没人陪他，很惨的。阿宝，你没事吧？我头好痛，我的头好痛啊！阿宝，你不要紧吧？那不要碰我，我头好痛。你先坐下。不要碰我！你不要吓我，你先坐下。你不要吓我！我也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我不认识你？不认识你！阿宝，是我。阿宝，阿宝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阿宝。阿宝，阿宝，你别这样，你过来这边坐下。阿宝，阿宝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要吓我，阿宝。阿宝，阿宝，你别吓我！阿宝，你走啊！阿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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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宝。阿宝，分手都应该风停起地，阿宝，好比
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你看看，真是可怜哦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开工。今天晚上打到死为止。大吉大利啊，怎么说这种话？说说而已，麻将会死吗？九位。哇哇哇！棋牌。你们搞错，这碗都是你锅，本来我可以胡的。你也是的，这把不错啊，再来再来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被人甩了不起啊？喂，哎呦！是啊，老公不要我了就是了不起啊！怎么样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说行就行了。哎，好了，继续打，再来，再来。哎，这样多好啊，雨哥天齐了，来举牌。打不过三十六圈，谁都不准起来。啊啊！去厕所去，不管你。为什么不听电话？要不听？别吓我。我沙宝，我沙华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不在家。老公怎么办啊？不要紧，你可以在信号之后留下口信，我们会尽快复理的。老公，那快走吧。跟人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对痴男怨女还没有吵完呢，要继续算他们房费了。不要这么算计了，人家已经很惨了。你自己也同样处境了，还在这儿同情人家？喂，朋友归朋友，说话别这么刻薄。怎么样？阿华那臭小子有没有找你？他每个月准时入钱去供楼。哎，你们俩夫妻之前省吃俭用，存钱买了房子，过二人世界。现在把房子扔在那儿，白白赔利息给银行，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笨蛋。如果有的事真的放不下，就别放喽。啊？我说房子啊。我明白。喂喂，先生，喂，先生。喂，怎么了？那个疯子偷厕纸啊，那么变态。谢谢，看看吃什么，马上给你起。一碗鱼片粥。啊，鱼片粥来了，鱼片粥来了。一个人能不能吃火锅？一个人不过瘾，鱼片粥吧。今天的鱼片粥很新鲜，随便吧。天寒地冻，最好当然吃火锅了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跟你一起吃火锅。我和你？不要误会，我没其他意思，我真的想吃火锅。鱼片粥有什么好吃的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尝尝别的好东西。哇，好吃。热乎乎的，吃点吃来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没介绍，菲利。阿宝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不可能，我不认识你。你刚才去哪里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哦，我认得你了。
你是刚才在卡拉 OK 偷厕纸的那个变态狼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跟着我，我报警。喂，你听我慢慢说。我现在报警，我马上报警。听我慢慢说，你先看一看。我做厕纸的，想不到吧？做厕纸干嘛偷厕纸？我不是偷厕纸，我是在做市场调查。厕纸有什么好调查的？我想看看你们卡拉 OK 用的厕纸是什么质地的，然后叫我的员工去推销我们的产品。什么牌子厕纸都一样的了，推销什么？小姐，你这种说法就不对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世界上有90%人都不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厕纸，选择了质地差、不好的或者不干净的厕纸，很可能会有传染病的。你和我今晚这么有缘，我就教你几招选厕纸的技巧。大排档呢，通常是用的便宜货或者是过了期的厕纸，肉眼看呢，白白净净。不过太白的厕纸通常都是用漂白水漂过的，看看掉色的，很明显这卷是一卷不好的厕纸。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就不同了，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，一个自然的纯净白，看看不掉色的，弹力多好，用来擦汗感觉太好了。进来用用，怎么样，行不行？哇，有股味道。什么味道？不好意思，刚才忘了说了，我们的产品增加了中药成分，特别给你们伤风感冒的人使用的，再吸两下包你不再鼻塞。是不是真的？试试。行不行？比刚才糟糕。不可能，难道失灵？喂，你还有存货吗？再打几个喷嚏来试试。没了，喷嚏说打就有的打吗？试试了，拜托你。没有了，真的打不出来了。我送一些厕纸给你。哎，小姐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麻烦你，我想请问，为什么那个7888北海道齐天豪华团没有了？哦，那个优惠团的推广刚刚做完了呀。那么快？不快了，推广半年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去北海道，也只是照原价多加3000块。还是很划算的，但是没得去迪士尼乐园哦。那个是优惠团才有的吗？哎，小姐，你先生没陪你来吗？也就是不同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去迪士尼的话呢，啊，不如这样了，我介绍个东京5天超值团给你，全程留在东京玩，还可以 shopping 呢。但是又没得去泡温泉和滑雪。哎，小姐，你到底想好了去哪儿玩没有？我不知道。我只想参加那个7888的优惠团啊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那个优惠团没有了。那什么时候再有啊？优惠的东西当然是突然间就有了，突然间又没有了，那才叫优惠呢嘛。如果我知道它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，那就不叫优惠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。浪费我时间，吓到了。哎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你的啊？是你啊？那个北海道7天豪华优惠团为什么没有了？我说了，那个优惠团没有了。没了？那什么时候再有啊？你们两夫妻问完一个又一个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找茬？我老婆来过吗？有的去的时候呢，又不去。现在没有了，要开始后悔了。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哎，兄弟。是不是真想去啊？蛇口团也很不错的。我这个月的配额还不够呢。好，好，喂喂，真下头了。早知不应是爱，便是爱。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，离开一个，你悔恨我未会知，不散不爱，心未放开，宇宙内才能提示，真爱是确实存在。爱满分竟是换来，同一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次。别买了。Hello， 变态佬，那天在卡拉 OK 偷厕纸的那家伙。哇，臭家伙！哎，等等，
是个误会啊！啊，是误会，哎，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阿宝，你什么人啊？但是这是我名片。特指 CEO， 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吓着你了吧？啊，没关系。你微服出巡卡啥特指啊？不是，我来买东西的。本来我是来买喉糖的，结果买了这么多件厕纸。哦，是你工作投入。原来你是捞偏门的。小姐，一点也不偏门。你知不知道这世界上有90%人都不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厕纸啊？那，今天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我们买好电影票了，赶时间啊，走了走了。啊、喂，其实我真的很想吃的。拜拜。怎么选择？没关系，下次再说。拜拜。为什么不让我听完呢？我上次听他厕纸伪论听了3个小时，他很烦的。杨薇啊，这个厕纸 CEO 适合啊。说什么？谈恋爱喽？神经病！是啊是啊，他很闷的。闷就对了，你想想，他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认识你，那他一定不会跑啦。没错呀、啊，我刚才看见他看你的时候两眼直发光。是啊，你别说这么恶心啊。怕什么呀？我们刚才看穿你对他也有点意思。我对你还有意思呢。喂，去看电影啊？看什么电影？当然打麻将了。还不快点走！走走走走。喂，今晚有没有空吃饭啊？我已经约了帅哥看演唱会了。你的那些帅哥只看你的胸啊，不要看了。那也没错啊，我就是想那样。你去问小文吧，他通常没有约会的。喂，哎 ，sorry， 我今晚约了刘德华。啊？刘德华约你？是轿车师傅刘德华。这，今晚呢，我要去补习，明天就考路试了。真的吗？喂，阿宝，菲利，是。今天有空吃饭吗？吃饭，好好吃什么？我不耽误你打游戏，我换件衣服就走。啊！刘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被人打劫啊 ？Sorry 啊，我今天早上有点咳嗽，就打算在你房间里熬感冒茶了，谁知道忘了关窗户，一阵风吹进来就呼呼的烧着了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喂，等等。你感冒为什么到我房间熬药？我就是觉得有危险，所以就在你房间熬了。我的预感是不是很灵啊？你怎么这样？我约人吃饭，不和你说了，我走了。啊！怎么办啊？两姐妹又不是外人，我把我的战服借给你穿吧。从哪里来？不要问我到底为什么这样，不要问我今天发生什么事。我们去哪里吃饭？上车吧。嗯。其实你今天这打扮也没什么呀。没什么，刚才那个适应生倒洒了4次水，叫他8次都不理我，摆明是在笑话我。还去不去喝东西？去啊。但是可不可以找个人少的地方，免得又被人讥笑、啊？我去取车。嗯。啊，我落了东西在车上，我去拿。喂。为什么穿成这样？不好吗？挺好看。觉得太闷了，就尝尝新鲜的，跟你学的。刚才那个是？我男朋友。可以走了，不耽误你们了。
刚才怎么一声不吭？是不是我这人太闷了？不是，不是。你不舒服？不是，我没事。因为刚才那男孩。你累的话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想过了十二点再回家。你多陪我一会儿。好啊。哎，怎么了？脚扭了。我知道该去哪儿了。去哪儿啊？去我家。啊？帮你擦跌打酒。你不要走了，我背你吧。不太好吧？我家很近的，没关系，忍着点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行不行？好痛啊！哎，忍着点。你行不行啊？可以的，你放心吧。路很陡啊。就快到我们家了。不不不，小心点。还有多久啊？上了斜坡就到了。喂，快点！好痛啊！忍着，忍着，忍着啊，忍着啊，没事啊，忍着，忍着，忍着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随便坐。我去拿跌打酒。怎么这样？你的家人全都不在香港？都在温哥华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香港做事。哇，只有你一个人在香港，不闷吗？慢慢就觉得习惯了。不不不，你会不会啊？我爹地在温哥华开跌打馆的。他开跌打馆关你什么事啊？哇，你的脚在我手上还那么多话说，忍着点儿。哎。啊，是不是觉得好很多了？好像真的有点啊。嗯。哇，你留这么多旧报纸干什么？惹蟑螂的。旧报纸有很多用途的。有什么用？来，你跟我来，给你看点东西。这里是我的工作室，看我表演。等等，最重要是这个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这些纸是我的好朋友送给你，谢谢。我做再造纸，因为我喜欢重新再来的过程。这些没用的报纸，可以再造成干干净净的纸，就像做人一样。过去的事不一定要带到将来。你是不是有话想和我说？你可以说得明白一点。我这人说话就是乱七八糟。不过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今晚一定要过十二点才回家吗？你想说，自然会说了。刚才你看到那个是我老公，我们最近刚刚分开了，现在是他生日。Happy birthday！ 谢谢。许了什么愿呢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能说吗？就是身体健康什么的。我还以为和我有关呢。Sorry。干什么道歉呢，傻瓜？快点切蛋糕了，我选了半天呢。我去拿碟子。嗯。你未容纳我，他未讲和，明白你能耐。找到没有？哦，找到了。幸福已摊开，任你出卖我，但你贬低的不是我，然后替换几多个人，我的身份太折磨，让你践踏我，受了教训我领会么？这感情如果不错，他怎么可以一手记我？下个礼拜呢，陈先生生日会可以这样。OK， 好。小姐。哦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先生？哦，是这样的，
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，我想给她搞个惊喜 party，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忙呢？又来这一套。啊？啊，没事。可不可以帮个忙？我现在有事做，我叫这位同事帮你好不好？你帮帮这位先生。OK， 好啊。谢谢。先生，请到这边来。好。贵庆啊，新秀经理，别耍我了，我不客气了。那来了。真是想不到，这对痴男怨女又复合了。你早知道了，早你一分钟。要命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现代人就是这样了，拍拖啊，生日啊，泡帅哥泡妞，你甩我，我甩你，这都是卡拉 OK 里面经常发生的。所以呢，个个都以为自己有首主题曲摆在这里，拍拖来唱，分手也来唱，复合再来唱。其实唱来唱去不就是那几首歌？所以你说在这工作久了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我不是说想开了唱 K， 我是说想开点拍拖。开开你个头啊！有的是工作等着你做，做事吧。知道了。不过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想开了没有啊？你回来了？干什么？你去哪儿？伦敦。没听你说过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想回来就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继续住在这儿，当自己家就行了。你能不能说清楚啊？我赶时间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是个大男人了，不要这样好吗？那我送你下楼。怎么样，可以走了吗？我叫你在前面等我的。前面不能停车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了。你和他去伦敦？你还没跟他说清楚？为什么？问问问，你不要问了，人家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了，再问不是伤害自己。周思飞，走了，我帮你拿东西。我们大家都只记住在一起开心的片段吧，不开心呢，不要再去想了，答应我好吗？去找一个你爱的人，我知道不是我。我们还会不会再见？说不定啊，就像我和你分开了那么多年，结果还不是又见面了。为爱他，为挂他，为怨他，为了他习惯受罪。如今他走了，请不要追悔。旧情注定凋淡，问题不止一晚，命途总可以拣。刚才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那个男孩好像对你还不错，干嘛利用我来骗他？他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我知道他看着心爱的人的眼神，我见过两次。男人总轻视你，寸步难离。原来拥吻如不放，错在你。是 Josephine 吧？啊，安琪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
哎呀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今天我们阿华结婚了。啊，是吗？恭喜你了。难得遇到你，今晚早点来喝喜酒。惯例尽背着一生一世，那沉色美丽，为了他做过东做过西，又自怒低于迷艺，如此的气壮已经失势，情人要被轻放，自然相处恰当，为何不听我讲，为何他会离开你。哎，帅哥，很久不见了，你老婆呢？哇，你流了很多汗。那。哦，谢谢。我怕想拥抱你也为了出气，如我怕开过去一生爱你，忘掉他的气味，让我敢再记起，对不起你。谢谢你帮我搬家。举手之劳嘛，反正我有空。你真的不在卡拉 OK 做了？嗯，想趁着年轻尝试一下其他工作吗？不过做空姐飞来飞去很辛苦的，你能习惯吗？我就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而且我现在一个人有什么不习惯的？这里真的没东西让你留下来？是啊，如果你想到的话就告诉我了。那假如果有个人不希望你走呢？谁呀？我是说如果而已。我会自己照顾自己，不会令那个人担心的。送给你，全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想念我就写信给我。那你呢？你也一个人啊？不闷吗？不找个女朋友？你以为我不想？想就积极一点啊。我已经很积极了。可以渔翁撒网，多找几个目标，命中率比较大啊。再不然买条狗啊。养条狗？是啊，天寒地冻有条狗暖暖被窝也好啊。那好吧，就买条狗。还有啊，你剪剪头发吧，这么邋遢，泡不到妞的。还有什么吩咐啊，小姐？嗯，让我先想想，想到告诉你。嗯 ，Yes, madam。我想买条狗。有什么要求？嗯，没什么要求，只要大一点，要听话，要乖啊，要健康，服从，学习力强，孝顺，嗯，不可以太小气。喂，你来捣乱？是你问我的。听好再叫我，我很忙。哎，那条，这条，有什么问题？那么多条狗，你非要这条？怎么了？它很可爱啊。刷卡。我现在没时间，要过两天再带它回家。请问你买狗之前有没有考虑清楚，家里有没有人对狗过敏呢？那条狗毛那么长，如果过敏打喷嚏打一晚上怎么办呢？
其实不用买的那么急，买回去挨骂那又何必呢？你说谁对口敏感？我从来都不会对口敏感。我有说话吗？我没说话。你真的没说？你耳朵有问题啊？这里只有我跟你吗？哪有人说话？那你没话说，我走了。那你还不走？难道留下来吃饭？哼，拜拜。老婆，你为什么带只狗回来？我也不想带回来，店里水管爆了，所以一人带一条回家。你明知道我对狗过敏，你还带回来？我知道。我把它放厨房。慢点，慢点。厕所，快一点。真放厕所？是啊，还有反锁。真放厕所？你确定？真的。走开啊！老板娘不喜欢你怎么办呢？没这么夸张吧，老婆，打喷嚏打了一个小时了，还不醒？你想害死我？明知道我对狗过敏的嘛，还带条狗回来？嗯，那它真的很可爱吗？可爱个屁呀！总之呢，有它就没我，快点把它带走，别指望把它留在这儿，不然跟你离婚。你不会的，那么爱我。爱你个屁呀！不行，总之一定要把它带走。啊，这样好了，我问你一件事啊，如果有一个很有钱又很帅的人追你。但是他却很喜欢狗，老婆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很喜欢狗啊，不行啊，不要啊，有钱有钱，有钱也不行，再帅也不行，有狗就免谈。喂喂，阿华，你去哪儿？把老婆追回来。喂。还不上车，快点儿！哦，喂，你去哪儿啊？过海呀。为什么过海啊？阿宝住九龙的。哎呀，我知道，知道还过海。喂，我答应接我女朋友看电影了，那你就不要叫我上车嘛。喂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载你去把你老婆追回来嘛。我也答应要接我女朋友，我不可能为了追你老婆而放我女朋友鸽子嘛。你老婆跑了也就算了，没道理还我女朋友也不理我了吗？我很为难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好了好了，停车，我下车。哎呀，都进隧道了，你游泳回去啊？要有点耐性，很快就到了。今天追不到就改天嘛，你干嘛那么着急啊？哎呀，堵车啊！快快一点，赶时间。老婆，老婆！哎呀，还叫什么叫啊？下车追啊！老婆，糟了，迟到了。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少来，不要乱叫。阿宝，不要挡着我，我赶时间。刚才我见过你说的那个男朋友，我知道你没在一起。那怎么样？开心啊？特地跑得一身汗来嘲笑我。我也没跟周泽飞在一起。哇，那么快，林先生，你的口味也换得太快了吧？我跟他分手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爱的人是你。你说我会不会相信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你回到我身边吧。你当我什么？手提电话电池，喜欢就带出门，不喜欢就放在家里。是我不对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原谅我这次吧。哦，你做错事就要别人给你机会，那我呢？我没做错事，谁给过我机会啊？我拜托你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放过我好吗？计程车，计程车，搞错。阿宝，你怎么样才肯原谅我啊？林先生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容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以后没有别的女人？好，我们就不说将来，我们说回以前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？
谢谢。不客气。那除了要处理借书和还书之外呢，还要负责把书放在架子上，有时间的还要包书的，知不知道？是不是还有个女孩在这做兼职啊？阿宝啊，阿宝啊啊，是是是，阿宝啊，他已经走了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不做了，他说功课太多了，就是他不做我才请你的，你认识阿宝啊？不太熟。哦，那我把这里交给你了，谨慎一点。知道了。等等等等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还书的，你们关门了。没有，没有啊！咦，我认得你，你以前整天来借书的，现在在这里兼职啊？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但是我现在爱的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和你有很多过去，我真的不想就这么结束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送给你的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，手牵着手，永远不分开。好可爱啊。好多人呢。老公，我好紧张啊。不用紧张，有我在吧。你会不会后悔啊？小傻瓜，那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真的？准备好没有？嗯嗯。这几个月，我想通了一件事，就是爱情其实跟做人一样。只要做好眼前这一步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我不知道我跟你的将来会是什么样，我只知道我现在要走的这一步，就是要把你追回来。因为这一刻，我不可以没有你。老婆，不要离开我，让我做回你的好老公，好不好？你好像有开车来是吧？是啊。如果我不用迟到，那就两清了。你一定不会迟到，阿兰的不见了。老婆，我帮你叫一辆计程车。喂，是，我要一辆计程车去机场。是啊，现在。哦，要多久？好好，拜拜。没关系啊，老婆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有很多电话的，我很快帮你找到计程车啊。你再等我五分钟啊。喂，啊，是是是，我要一辆计程车去机场。对对对，很赶的，不能迟到。是啊，我老婆赶着去机场，是计程车。老婆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不会让你迟到的。你再给我五分钟，我帮你找计程车赶过去啊。喂，我要一辆车去机场。机场？我求求你，给我一辆车去机场。我老婆要计程车去机场，她不可以迟到的。你给我一辆车去机场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老婆说，如果她
我老婆说如果没有计程车她会跟我离婚的。你给我一辆计程车，我求求你，我给你200、300、400，你给我一辆计程车。分手更好，当你待我好，该难忘程度，心头如像被插刀，好到大概没有好报，似是个圈套，宁难挨到更加高。不能怀念爱惜，不如怀恨，更愿恨人，亦要花气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找不到计程车。对不起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老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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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不起。我很好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我很好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很好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你会有奖，想到缺点被拍掌，不要让我面对真相，关自素养，恨才能令我轻伤。不能怀念爱惜，不如怀恨，更忌恨人，亦要花气力，例如恨你，为人自私也任性。我憎你不停来为我添加大量情意，将含字回忆，既恨你才能令爱像你也没假象，直到令我的强烈爱意平息。老公，赶紧洗澡了。哦，打完这把再洗。哦。才能令爱像你也没假象，直到令我的强烈爱意平息。